在家里养兰花，一定要记住这个方法，让你少走很多弯路。这个方法呢，非常适合养兰花小白，就是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。我们只要准备好一根筷子，然后沿着花盆的边沿将它插下去，大概插10厘米深左右，等待10分钟左右，我们再把它拿出来，看一下底部这个位置是干的，我们就可以给它浇水了。如果是湿的，我们先不要浇水，可以给它喷一喷水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精准的判断我们的兰花该什么时候浇水。兰花最好的浇水方法就是浸盆法，把整盆兰花放到水里面，给它泡了个3、5分钟左右，让兰花的根系吸饱水即可。大家学到了吗？学到就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